战斗即将开始，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。我是个很糟很糟的家伙，让他们见识大自然的愤怒。我是个很糟很糟的家伙。 我是个很糟很糟的家伙。古老的祭坛复苏了，控制两座祭坛就能解放龙骑士。振作起来，重新奋战。 这么做就对了。选择天赋。 是个很糟很糟的家伙。来呀！看来你应该休息一下。祭坛有了足够的能量，解放巨龙的怒火。
可爱。把握时间，倒数计时，快控制祭坛，取得龙骑士的力量。选择天赋啊！我们合作无间。连杀！好，接招吧！就是这样。精彩的击杀。需要支援，可以选择天赋。双杀，这么做就对了，小可爱。三杀，轻轻松松。四杀，看我的。好，大屠杀，我受够你了。舒服多了。是谁能掌握龙骑士的力量？好啊，谢了，小可爱。再来一次。
做的，选择相信。动手吧。收到。释放龙骑士，消灭你们的敌人。中断。闻风丧胆，哈，棒极了！看来你应该休息一下。
斩杀。收到。无人逃得过我的怒火。连杀。太帅了。连到。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我受够你了。做得好，龙骑士从石像里发出怒。在等待你们，释放他，消灭你们的敌人。三杀。太帅了。大屠杀。是我的炸弹。摧毁敌人的堡垒。好戏看吗？向敌人深陷火海。是个很糟很糟的。我要暂时撤退。老大，我要撤退了。
俺马上就要复苏了。双杀。好。杀中落。舒服多了。不，我们的堡垒毁了，所向披靡。摧毁要塞了。巨龙觉醒的时刻到了，释放他的力量。我们胜券在握。丧胆，把握时间，太帅了！耶！把握时间，获胜。